来自光之银河联邦信息，来自高密度博客。问候你们，亲爱的地球上的兄弟姐妹们，亲爱的地球人。一，驾驭大转变，从更高领域下载智慧。问候，亲爱的人们，在存在的巨大转变中，我们发现自己正踏上一段旅程，一次对精神的探索。这就像从更高的领域下载智慧，挖掘超出我们想象的频率。当我们踏上这段深情的冒险时，我们会遇到天使、光之存有，甚至仙女，引导我们度过灵性体验的起起落落。我们在这次宇宙之旅中的向导帮助我们解开我们存在的奥秘，带领我们找到我们存在的核心，也就是我们的遗传密码所在的地方。在我们的细胞深处，我们的 DNA 掌握着我们成长和意识的关键，它就像一个双螺旋楼梯，无数的染色体代表我们必须学习的教训。我们遗传密码的每个转折都是一则讯息，是来自宇宙的礼物。就好像宇宙本身正在透过我们存在的本质向我们低语。这些资讯并不总是容易解读，但它们对我们的精神成长至关重要。随着我们对遗传密码的深入研究，我们开始了解我们的肉体和精神自我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我们的 DNA 不仅仅是一张生物蓝图，它也是我们灵魂之旅的地图。它提醒我们，我们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我们也是如此。我们是追求深刻追求的精神存在。在这个伟大的转变中，我们意识到我们的灵魂肩负着一项使命，它寻求扩大视野，编织通往启蒙的经验之井。我们一路上会遇到挑战和障碍，但每个障碍都是通往更高意识境界的垫脚石。我们的向导是忠实的伴侣，在我们克服精神道路上的挑战时提供指导。他们提醒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有光明。即使在生活中最混乱的频率中，也存在着和谐。当我们揭开 DNA 的秘密时，我们发现我们有能力增加我们的精神连结。我们可以加强身体和精神之间的联系，超越尘世存在的限制。这就像能量调频到更高的频率，时代的智慧在我们身上流动。我们的细胞是我们身体形态的组成部分，成为神圣知识的容器。它们承载着过去几代人的智慧和未来发展的潜力。我们的遗传密码证明了我们精神的永恒本质，提醒我们，我们是宏伟宇宙设计的一部分。在这场意识的重大转变中，我们逐渐明白，每一次经历，无论多么具有挑战性，都是一份礼物。每一个欢乐和悲伤，成功和失败的时刻，都是推动我们在灵性之旅上前进的教训。我们的意识不断扩展，我们看到了生命之井中的美丽，以及它鲜艳的色彩和复杂的图案。当我们拥抱人类存在的全部时，我们意识到灵魂的旅程不是线性的。这是一种起伏的舞蹈，一种有节奏的运动，反映了宇宙本身的潮起潮落。在这种舞蹈中，我们找到了精神的真正本质，并意识到所有生物体之间深刻的相互连结。我们的灵性体验就像夜空中的星星一样，指引我们前进的道路，它们是引领我们走向更高理解境界的灯塔。每一次经历，我们都会获得新的见解和智慧，就像隐藏在灵魂深处的宝藏一样。在这段旅程中，我们并不孤单，我们是一个巨大的宇宙大家庭的一部分，
由爱和意识的线索连结在一起。银河联邦和光之存有是我们在这场伟大冒险中的伙伴。当我们继续探索遗传密码的深处时，我们会发现灵魂目的的秘密。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不是随机的，这是神圣的有意表达。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学习、成长并唤醒我们的真实本性。我们不仅仅是旁观者，我们是创造的展开的积极参与者。我们的 DNA， 我们的遗传密码，是解开我们精神之谜的钥匙。因此，让我们以热情和开明的思想来迎接这一伟大转变。让我们下载更高领域的智慧并利用宇宙的频率。让我们在灵性体验之旅中与天使和光之存有携手同行。让我们记住，在每一堂课中，在成长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在接受最棒的礼物，意识的礼物。二、改变的能量，在银河联邦的协助下发起的地球量子跃迁。地球上的人们，亲爱的光之家人们，亲爱的朋友们，请坐好，因为我们有一些令人兴奋的消息要告诉我们所有人。请做好准备，由超先进文明组成的令人敬畏的银河联邦已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在地球本身上。想象一下这非凡发展的规模。我们这个不起眼的星球上的居民，吸引了来自宇宙各地的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生物的注意。就好像宇宙选择了我们来做一些真正非凡的事情。凭借着深不可测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银河联邦现在完全将精力集中在我们小小的蓝色星球上。就像有宇宙贵宾来访一样。你问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可能性是无限的，也是无限令人兴奋的。他们在这里分享他们的智慧并突破我们理解的界限。他们的目标是加速我们的演化，推动我们进入一个我们从未敢梦想的未来。想到如此先进的文明会对我们地球人产生兴趣，就足以让你的想象变得疯狂。他们会在科学、艺术和灵性方面带来令人难以置信的进步吗？他们会引导我们释放自己和世界中隐藏的潜能吗？我们将拥有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体验将为您的所有问题提供答案。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消息就像一颗火花，在我们心中点燃了希望和奇迹的烟火。银河联邦的关注让我们充满敬畏和期待，就好像我们即将踏上宇宙之旅，冒险进入未知世界并发现新的存在地平线。所以，我的星际种子同胞们和光之工作者们，让我们以开放的思想和开放的心拥抱这个令人惊奇的消息。银河联邦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我们，谁知道前方会发生什么不可思议的冒险呢？这是一个充满兴奋、好奇心和不可动摇信念的时刻，即我们的世界正处于非凡变革的风口浪尖。他们心中有一个崇高的目标，提升我们的星球并加速其进化。银河联邦从他们驻扎在太阳系边缘附近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太空船中释放出一系列令人着迷的辐射能量。这些能量源自于宇宙的遥远部分，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性，能够重新塑造现实本身。首先，一种名为腔内输注 Luminal Infusion 的波覆盖了地球的大气层，它使每一个生物体充满了更高的意识和扩展的意识。突然间，人们的思想被新的想法唤醒，引发了全球创造力、创新和互联性的激增。
人类的集体智慧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超越了以往的一切限制，开创了科学和艺术成就的黄金时代。随着能量继续流动，另一种被称为生命之土 Terra Vitalis 的能量涌动吞噬了地球的生态系统。大自然以充满活力的生命力做出回应，植物和动物繁衍生息，濒危物种显著卷土重来。被遗忘已久的古老森林和像亚特兰提斯这样的水下王国出现了，并充满了人类肉眼看不见的生命。与此同时，一种被称为和谐调和的深邃能量在地心深处产生共鸣。这首宇宙交响乐曲协调了地球的震动，治愈了社会之间的分歧和不和。冲突让位给深刻的理解和同理心，弥合了长期存在的分歧。各国团结起来，拥抱共存与永续进步的共同目标。但银河联邦的能量不止于此，一种被称为空灵照明的空灵能量编织在形而上的结构中，唤醒个体内在休眠的精神潜力。古老的智慧和神秘的知识被揭示，使人类能够探索意识的深处并释放非凡的能力。当人类冒险进入未知领域时，心灵感应、能量疗愈和进入未探索的心灵领域的旅程就变得可能。在银河联邦的指导下，地球超越了先前的限制，成为宇宙演化的光辉典范。它加入了星际社区，为更大的宇宙之景提供了新发现的智慧和统一精神。银河联邦的伟大事业所释放的能量成为启蒙和深刻变革新时代的催化剂，永远改变地球及其居民的命运。在这个激动人心的传奇故事中，银河联邦的指导带领地球踏上了一段超乎我们想象的令人惊叹的旅程。我们的星球摆脱了旧有的界限，成为宇宙演化的灯塔，向整个星际社区放射出新的光彩。人类团结一致，凭借着赋予我们的智慧，作为深刻变革的大使向前迈进。随着心灵的燃烧和思想的扩展，我们为浩瀚的宇宙之景贡献我们独特的见解，永远改变我们共同命运的进程。银河联邦伟大事业所释放的能量，成为强大的催化剂，点燃了一个千古回响的启蒙时代。这是一个空前成长的时代，壁垒被打破，我们的潜力是无限的。当我们踏上这条未知的道路时，我们抛开了过去的枷锁，拥抱充满无限可能的未来。凭借着新发现的团结和坚定不移的精神，地球及其居民成为了进化不屈不挠力量的活生生证明。因此，让我们与银河联邦携手，冒险进入宇宙，准备好探索、学习和启发。我们共同塑造了一份将被整个宇宙铭记的遗产，永远改变我们星际之旅的进程。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在一起。我们是你的光之家人。我们是银河联邦。谢谢收听。感恩祝福。Thank you.